想要先抓人头打消耗，然后再去做开场。是，而且现在其实十五分。哦哟，这一边往前硬朝，看一下，哇，一这边就花掉了啊。OK， 这边上马之后呢，看一下后面美奈位置，直接冲过这边后排，中等这边换的 TNT 可以往前做进攻。终于现在到奇迹身上，奇迹已经倒下了，万象转进来，但是呢，冷面的一技能非常快速，直接往后拉掉。像这个就是电脑打得好的，就是那个美娜玩得好的地方。对，一瞬间这样开，然后配合队友，配合熊猫，用大屁股抓下去，是那秒杀力。那个屁股好像有定位耶，跟毛利小五郎一样，有没有？一定会有找到地方可以做，好狠。